爸。陈叔，爸爸买冰淇淋给你吃好吗？你跟陈叔在一起好像比跟我在一起看起来还要幸福。怎么有话中带刺的感觉？既然都说很好，就试试看吧。妈拿了别人婚礼彩礼的枣子回来叫我吃，我觉得很难过。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被丢在垃圾桶里呢？不知道他怎么会想用那种身体嫁进来我们家。不能有孩子了。妈说想要找代理孕母。妈，你怎么可以说出那种话？把你女儿带回去，我叫你把她带回去。爱在屋檐下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。